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让我们的阿根廷巨鹰进化到最终尊贵的阿根廷巨鹰啊！然后一定各位觉得奇怪，奇怪啊，不是秃鹰 bug 吗？没有错，这一只阿根廷巨鹰啊，是老头直接用指令召唤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原因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呢，经过了各种更新之后，我有去问官方人员，他们给我的答复是说啊。重新抓一只初始电鳗进化成秃鹰，就可以进化成阿法阿根廷了。但是呢，我照做了，还是没有办法如愿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是不理我啊，啊，搞得我非常的难过啊。所以说呢，我就直接跳过这个秃鹰进化成阿根廷巨鹰的这个阶段了，因为他这边卡住了，所以说我再用指令召唤出来了。那指令召唤出来的话呢，那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段了嘛，就是进化成尊贵的阿根廷啊。那我们既然有了这个尊贵的阿根廷呢，就代表说我们的战力比这个从第一集到第七集以往还要强大了，真的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啊。我们现在先来进化好，因为它进化成率非常的高，你看我连鞍都准备好了，啊，方舟准备好了，有没有？看这个就可以进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就不能进化欸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对啊，他那个就可以进化，啊这只就不行 ，What happened？ 啊，有人是说可能是模组的冲突，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啊，因为模组冲突应该有它冲突的规律嘛，应该是道具会跟道具冲突啊，但是重点是这个是恐龙模组啊，恐龙模组我没有装其他的恐龙模组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啊。所以说还是算了吧，我们就等它进化成尊贵之后，我们出去稍微晃一晃，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战力了，各种恐龙基本上都可以杀了，哦，再不用骑这只阿根廷了，哦，你可以功成身退了，我说真的，哦，辛苦你了，哦，你就好好的养老吧，剩下的都靠它了，哦，有了它之后，我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啊，哦，比如说去打一下鞍，哦，那个阿法的鞍必须要攻击恐龙，有几率会得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？哦哦哦，这就是咱们尊贵的阿根廷，哦，紫紫的，你看起来超紫的哦。啊，它应该没有在进化吧？不能了，这已经是最终状态了。来，我们来立马上来看一下，到底有多尊贵。啊，你就不过是阿根廷巨鹰，啊，然后呢，染成紫色的毛发而已啊。啊，你敢有什么变？没啊。啊，就这样子想糊弄我，好，你的确是糊弄我到了，好不好？你成功了，医生。而且我发觉啊，他这个模组是旧版的，因为呢，新版的阿根廷呢是可以在原地做攻击的。我们来试验一下好了，有差呢，这是旧版的阿根廷呢，新版的可以原地攻击啊，有没有？这是新版的阿根廷。这是旧版的啊，这旧版的根本没啥鸟用，攻击力高而已。算了，看在你攻击力高的份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就出去闯一下好了。这一只呢，应该回血速度也很快吧？哎，我错了，为什么回那么慢？选择你是对的吗？我不清楚，不管了。我们去看一下，至少血多嘛。至少他的血有43万可以点啊，继续点上去啊，咬一下有6000嘛。我原本那只咬多少忘了啊。我靠，这是怎样啊？风神翼龙大晋级啊，全部都出来了，做什么？拿去做基金吗？也太多了吧，大哥啊，大哥们，你也太多了吧？把他咬死一下好了，开个血条比较清楚一点。啊，之后将来呢，老头呢也会进化成去进化各种不一样的阿根廷，欸，不是阿根廷，会攻啥？各种不一样的恐龙，好不好？老头也会去进化成各种不一样的恐龙。这只是谁啊？长毛象。哇哦，啊，你给我底下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单挑哦。跑那招恐怖哦，啊，这是什么石头巨人？先跑再说。
实在太恐怖了，这世界。啊，这只怎么又在这里？应该咬不赢。哇，晕了欸！欸，会晕欸，我这只原来会晕喔，啊，那不就还蛮轻松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打不到他？攻击那十巨人。欸，为什么我第一下有流血伤害啊？我刚刚是对他造成流血伤害。再一次，我刚刚怎么做到的？没了，停了，流血伤害呢？我要唱，我难过了。算了，先把它引开好了。这一只不知道为什么血这么多，啊，应该也不能抓吧？算了，可以晕，但不能抓吧？来，我们来去刺激一点的地方好了。我们不要管那一只南方巨兽龙了，我们去空岛，空岛才是我们的家。我们现在应该可以，就是哦，好好在这里大干一番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你看南方巨兽龙，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南方，哎，把你弄死啊！我们获得安呐、啊，这好像不会给安的样子。风神，哇，这边还有飞龙，哇！这只是什么来着？精英霸王龙，官方的东西。我一次杀了好多、哦，各种飞龙大战，奇美啦！这只什么？攻击你！哇，连毒飞龙都来了，一起啊！单挑，有咬到吗？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我觉得我要在外面跟你空战。来，就这个角度，没咬到。这只我来了。咬不死你，有了，咬到了，我的头好晕啊，咬死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很好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浪费时间。哇，上次在这里被奇美拉打死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我刚才刚讲而已，我要报仇，报仇时间，报仇，报仇，报仇。哇，我拿到什么东西？我拿到好多东西哦，看一下，还拿到一个新的鞍呢。欸，这个应该不会晕到我吧？这只是毒飞哦。欸，它不会晕呢，而且这种它不会喷火。None， 不会喷火啊。看一下、哦，我们拿到多少东西啊？这么一个鞍，哦，鞍都给我。拿到什么指甲？霸王龙的指甲。这边呢，嘟嘟飞龙，单挑 ，BOSS 级的，哦，还有阿法，来来来，西内，结束了，舒服，这边各种阿根廷。哟，这里好危险哦！我会不会死啊？哎呀，快跑啊！我偷偷的去咬他，哎呀来了！哦，为什么我咬他扣这么多血？过几拜，嘎姐！哇、哦！哎呦，原来我攻击这么强哦！哎，我把他弄死哎、欸！我有没有看错啊？我把他弄死了。哎、欸，我有这么厉害？啊，把他弄死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？有包包吗？是这个吗？欸、我居然把他弄死了、欸！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给的什么奖杯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油，这个好像是拿来制作一些道具的那个油是吧？原来这么好杀哦！我还以为他超难杀的说，啊，这什么东西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哦，土狼哦，哦，土狼再见。那个猎狗，我的天啊，也太好解决了吧？干什么东西啊？洗呢？通通拿去做鸡鸡。看一下，我还打到这个水晶呢，速度水晶，到底能干嘛？哎、欸、，Hello。去死吧！让你飞天。
哇，获得好多好多那个状态啊！我看一下包包在哪里啊？他好像没包包欸，算了。啊，欸，不是，我看错，我以为那个是。对啊，你看我进化成尊贵天下无敌啦、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跟我抗衡的啊。你就连刚刚那一只，是不是？啊，有啦，你看我现在血量快要见底了，还是有啦，好不好？我只是太嚣张而已，没注意看而已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现在那么多点数可以点，还可以点个100万吧，点个200万好不好？让我们硬一点，不容易死，太强了。啊，速度点到200就好了，剩下全部点攻击力，哎、欸，负重稍微点一下，49000绝对够。哎呀，我已经赢了啊，天下无敌啦、啊！一下就要被我玩完了，我觉得这个系列我要早一点做完结啊。因为早点做完结的话，我才有办法做别的啊，不然的话没办法。你看金刚，金刚给我圣诞皮肤，摇，通通拿去做基金。嘟嘟飞龙也是拿去做基金，据说把他们晕倒可以拿到传送门，没有错吧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怎么晕呢？我们都不知道了。用箭矢去阴他，那可能是会浪费时间哦。好，算了，我们往上飞好了。往上飞，往上飞。哎呦，什么东西掉下来？速度飞龙，速度型的，过来，结束了。还有谁？哎、欸，看有在扣血吗？哦哦哦哦哦，这个流血量。太扯啦、啊！喂，打屁打、啊，找死你！一杰，找死你！啊，把他咬死了！啊，我已经称霸空岛了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去别的地方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我现在扣血啊？发生什么事？我现在为什么我的血量扣这么快啊？我刚刚是不是也被承受到攻击？哎、欸，就说真的呢，一不注意真的是很容易死哎、欸。我刚刚应该可能是中了他们的流血啦，流血伤害一直不断的扣血，然后我就降到一半了这样子，自己不知道而已啊。哎、欸，帝王暴龙，阿法帝王暴龙，算了，他竟然都贴过来了，死吧！嘿嘿嘿，区区哦，啊。其实他也是可以拿 DNA 的啦，啊，看他样子就知道可以拿 DNA 的。哎，为什么又掉一半了？有这么的不堪吗？啊，不就好加在我的血点很高，不然的话我早就被流血致死。我的，喵，干嘛？正头，集会游行你，吓死人了！我的天啊，这个好恐怖啊！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千万不要看。啊，可是我已经看了。杀出重围啊！怎么那么多？有，太多只啊，吓死人啦！打不完啦、啊，蝗虫过境啦、啊！这个风神翼龙发黑盆，大家迁移吗？哎、欸，我没在开玩笑，真的太多只了！啊，暴龙哥，然、啊、后这边这只是谁？啊，那个双栖飞龙。嘟嘟暴龙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以为我天下无敌了，其实我错了。他们这些 BOSS 的流血伤害也是很惊人的，200万被他咬一下，剩下100万，太小看他们了，实在有点恐怖啊。所以说我并不是最强的，你不是最强的，偷咬一下，让他流血致死。能，是不是他没咬到我？呵呵，我赢了，好不好？下一集呢？我应该是没意外的话，我会开始先做所有的进化的那个程序。当然呢，一定也是会略过一些不必要的进化过程啊，那个太冗长了。好，我只拍摄重点给你们看就好了，好不？啊，我们要回家了哦！啊，这个阿根廷不是这个风神翼龙群，
啊，这都是我的观众，看大家都来找我了，你看我多有人气，是不是？回家，好，我们回家了。啊，下一集我会把，哎呦，干嘛？这样子不成立啦。下一集呢，我会大概列一下，列个几列吧，就是进化可能一集进化两种尊贵级以上的恐龙。哦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大概分个三集还四集，这个就完结了。哦，为什么要完结它呢？原因非常的简单，我呢准备要去玩别的模组了。这个模组呢，虽然应该是说不会说太难玩啦，前面很难，后面就好一点了。但是呢，官方更新的新的地图，我有点想去玩。神奇宝贝模组说暑假要进行，到现在还没有进行，对不对？难道你们要有跳票神奇宝贝模组吗？也是可以啦，我不会在意啦啊！如果你们在意的话呢，啊，那就当然是还是要做啦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呢，影片就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一个订阅，右下角一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见了，拜拜。